火影里有哪些伤害敌的忍者？第三名搓澡门师傅，这众所周知啊，水门呢虽然伤害敌，但是非常灵活，使用技能可以各种瞬移各种秀，在决斗场里肆意穿梭。那么我就有个想法，若是给他带一个减 CD 的秘卷，哎，那岂不是双倍灵活双倍快乐？这样的话伤害敌不敌就无所谓了，反正对面一整局摸不到我，来赶紧选上忍者带上秘卷体验一把什么叫快乐水门。Nice. 这一把排到了一个带土，那么师徒之战这一把彩蛋我必看。别看我现在血这么少，就从现在起，我不会让对面摸到我一下。开局走到下路，往上路扔一个飞镖。来来来，划重点了，对面火的路径是在上路，由此可以判断对面人也在上路。我们直接顺利落血完，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。来一太阳下，对面替身来了，又划重点了。此时我们在左边有个飞镖，对面肯定以为我会瞬移过去，但这一波你在第一层，而我已经到了大气层。这一波我们站着不动，来一手以静制动，反手再来一个飞雷神。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，花里胡哨刮一套下来，给一手负刷新 CD， 往下路扔一个飞镖，留着一会儿来跑路，进入我们喜闻乐见的门师傅搓澡环节。顺好天时间，顺一路小完偏踢，好，偏踢失败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哎，我再顺过来，没打到我再顺回去，来，我再顺过来，就是这么的来去自如。来，对面提升我再顺回去，一套操作下来，这 CD 比老 A 寿命都长，但是没有技能也没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平 A 比较长，来找准位置，一二三，直接平 A 起手，看到了没？男人长一点还是有好处的，我说的是平 A 距离。来这边接上普攻继续 A， 接手罗小文打伤害。没技能瞬移吃他一口火，贴身下来一两下，没有 A 到直接一个飞镖，对面这波避无可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那你